天是圆的，地是方的，所以说呢，就《周礼》里面就有记载，叫昌壁礼天，蝗虫礼地。嗯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中国呢是礼仪之邦，文化之都，祭祀文化源远流长。那么你这个东西，你刚才说是汉代的，当时的制作工艺是用线器割。它这个厚薄呢是不均的，比如说这面厚了一点，那面就薄了一点，但是我从这里看，整体看它厚不均匀，这是一个成仪。第二个成仪呢，它雕的是古文，它这个旁边都有磕碰的，有磕碰的啊，有磕碰，从这个看应该是击剑的啊，所以说从两点来看呢，这些东西呢年份不太老，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做的，你买了也不贵。